巷弄内，男子大声叫嚣，因为对方把车停在他家门口。我现在就是因为我现在告诉你，就不准停车。没错，你真的没错。你等下就警察来看看嘛，太多你可以告警察，没关系，拜托去告。哎呀，你还要告下来啊？进广告，进广告。男子得理不饶人，汽车车主不断解释，只是要临停一下，但显然住户不买单。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跟我讲。到底能不能停车？双方大街上从沟通变成互相呛声。我接小孩啊，接小孩，我是你家大，我家大，你挡在我家门口，你接小孩比较重要吗？他是在那边，我刚刚是挡他这边，你叫我退，我又不退，有退没错，但是这边是不准停车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知道为什么故意停？他为什么还站这边？为什么故意停？那我请问一下，这没关系，故意这个东西就是违法。那到最后，男子把机车停在路中间，还肉身挡车不给走。其他民众见状，只好出来指挥交通。汽车车主最后摸摸鼻子走人，一边希望给个方便，一边却不希望家门前变成停车场。左邻右舍为了停车问题，真的面红耳赤，撕破脸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